女星赵丽颖在2018年与男星冯绍峰结婚，隔年生下儿子想想。虽然后来夫妻俩选择离婚，但依旧共同抚养孩子。赵丽颖向来非常保护儿子的隐私，从来没有在社群上曝光过儿子的任何照片，就连背影都没有。日前她在抖音分享了自己去老街游玩的影片，包括一路上发现的美食，还有不少美丽的风景。此外，赵丽颖首次发布了一张自己与儿子的合照，只见照片中4岁的想想做出单脚飞踢的姿势，因害怕摔倒还搂着妈妈脖子，模样十分淘气可爱。虽然想想的脸孔恰好被赵丽颖用身体挡着，但是俏皮的模样仍然相当吸睛。这张照片曝光后，迎来许多网友惊讶直呼：“想想原来已经那么大了，4年的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过了。”赵丽颖的美貌依旧，差点忘了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呢。